家好，我是新开古言图。那今天呢，要拍的是开箱文，那就是这包啊，就是我跟一个叫做，还有 YouTube 名字还叫微什么的粘土手作，因为中间好像是注音耶，我不会读。对，那这包是我跟他买的东西配件，我记得我跟他买配件跟粘土，因为之前粘土咬完了，所以我找不到哪里。然后现在呢，粘土一大包，对，不过我已经买了就。买就接受吧。那我不记得有这种信封哎，对，我不记得马来西亚用过这种信封。那我不用道歉了，反正都蛮容易开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包装，我超期待的，因为呀、我的配件都卖出去了，剩一点点了。之前也没有卖很多，所以呢，就跟他买吧。那我好，那里面就空咯。那它的影片很好看哦，你们可以去。跟他可以去看他的影片，对，好，那里面这个是什么赠品？这个是烘焙纸，然后谢谢你，然后就是那个纸，那你这个跟我一样，我也有这个。好，这是赠品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谢谢惠顾，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给我买哦。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他的 YouTube 名字，微什么这个蹦什么字。粘土手作，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这是我跟他买的粘土，总共两包，啊、超棒的！他竟然送我九针，因为我一直都想买九针，我还要跟他买九针啊。对。然后就是这两包，那这超喜欢的，超开心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两包吧。然后这一两包就是粘土软软的，对。好，那好，先看这个。好难开，然后它有一个超可爱的加链袋，我的是超普通的那种没有图案的，但是我去代售我要买多一点。难开，好吧，那我开到了，以后我会给他买东西，会买很多，所以他人超好的，既然送我就这，我的是羊眼，哎呦，我找一个地方来个找个东西来装好了，不然这样子撒出来引起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那我就是跟他说这些我都要随机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包，第二包就是这个。我跟他买呀、34块，我觉得还好，不会很贵啊。这样多34块 ，OK 的，蛮便宜。不然的话，我之前买一点点呢、就50多块，那个才贵。好，电话响。好，那就是这两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。冰淇淋上面有一个 ribbon， 这个很可爱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杯子蛋糕，这个我有一个。然后这个不要跟我讲是那个豆了，jelly bean 那种，什么豆豆的，哎不是，豆什么糖果，都是一种糖果呀，对，超可爱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冰淇淋冰棒，跟我这个差不多，啊，还可爱。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根本就是哦，这是白色，这是粉色。对，根本就是仿做的吧？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法兰奇甜甜圈吧？我不太确定。然后这是那个杯子，可爱的，这个 Hello Kitty 的杯子。接下来呢是这个甜甜圈，上面有个草莓，还有一个熊熊，跟皇冠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蝴蝶结跟这个是，这个什么呀？我其实忘记啊。还有一个干的奶油图吧，其实我不懂这是什么嘞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也是一个皇冠，然后这一个是玫瑰队友，想起来想，哎呦，这一个，对，两个玫瑰跟一个 Oreo 的饼干，但还没有 Oreo 的 logo 啦，对。这个白色的，对，好，他有给我两个，然后呢，三个很可爱的冰淇淋，我觉得这个超可爱，我自己也有做了，对，然后一个熊熊，拉拉熊的瑞士卷，两个熊熊了，我有两个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人，欧巴，然后这个是蝴蝶，爱心，彩虹。跟两个银色汤匙跟这个粉色的汤匙都很可爱，那还有一个甜甜圈，对，
这个是迷你的甜甜圈，迷你的甜甜圈，然后呢，它有送一些酒蒸，哇，这个纸袋好小，好，我没有容器的，它就有送我一些酒蒸，对，它超好的，好，那我把这收回去。哎呦，因为我之前有叫他帮我代购，然后我没有记错的话。他好像只代购马来西亚，我不太确定。那那个酒庄我一直都想买，一直找不到，五金店都没买。然后给我两包粘土，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好了。他有用保鲜膜来包住。就这样子，包得好紧哦，所以就不会干掉。我觉得这个粘土哦，跟我的粘土根本就是那种感觉，好像根本就是一样的。在怀疑是不是同样的牌子，对，就蛮好捏的啦。对，我跟他要两包，我记得是三包还是两包啊？没关系，不要在意这细节。把它包紧紧。那我个人也有在卖东西，对，目前我已经卖掉一些了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然后他有送我两个赠品，他很好，对，跟一个他的卡片，谢谢回购，下次还要买，可以跟我买哟，买这个，对，好吧。那今天的开箱文就到这里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